大家早安。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今天我们要讲一下的主题是 New Optimization。等一下先讲一下，刚刚忘记讲。等一下大家如果就是上课中途有问题的话，因为现在人没有很多，所以可以直接插话进来，应该没有关系，应该不会拖到大家的进度，反正人不多。这样，如果不好意思的话，也可以打字在聊天室里面。这样，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下 New Optimization 这个主题，也就是大家平常训练 Neural Network 的时候常用到的 ADAM 或者是 SGD 这种 Optimization 的方法。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会先需要一些 background knowledge。好，这些 background knowledge 可能包含这几个名词，对。但是大家会好像会觉得奇怪，这几个名词怎么完全没有听过？就没错，我在大家这个时候这么大的时候也没有听过。然后这些都是一些很数学的方法，对啊，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不是一堂课或两堂课讲得完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不会 go through 这一些很详细的数学证明，我们今天不会去详细证明任何一个 optimizer 它会在某一些情况下它可以达到 convergence 的 guarantee，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会比较概念上的来讲解 optimization 这个主题，所以我觉得呢，这堂课与其叫做 new optimization，我们不如把它叫做 new optimizers for deep learning，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让大家带走一些像 ADAM、像 SGD 这种你在 Keras 在 PyTorch 里面你可以随口随用的东西，然后还有他们一些概念上的解释，但我们不会很详细去证明说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 converge。毕竟这些 guarantee 都是在很强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它可以 converge，所以在 deep learning 这种这么复杂的应用上，其实不管你有再强的 guarantee，其实对 deep learning 来说都是不够用的。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学过什么东西，这个应该是李宏毅老师上课有讲过的，在以前有一份投影片是Some tips for deep learning 里面应该会有讲过这些主题。首先，我们有 SGD，就是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然后 SGD with momentum，我们之后可能会用 SGDM 来代表这个算法，然后 RDA Grad、RMS Prop，还有最后的 ADAM 这五个算法。好，那我们先讲一下这堂课整堂会用到的 notation。好，首先我们会用 theta t 代表整个神经网络的参数，也就是我们这个训练中我们想要去 optimize 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会用到 l 这个东西来估计某一组 theta 在特定的时候它的 loss，然后并且我们会对这个 loss 去算 gradient，所以我们对这个都算 gradient 以后，我们就可以根据目前的 theta t 来 optimize 得到下一个 time step 的 theta t 加一。好，接下来我们还有 momentum，就是 m 这个东西。m 这个东西，李宏毅老师以前上课有讲过，但是如果之前没有看过影片的，你可以先把它想成它是记录了一些关于 gradient 的 history。也就是它会记录 mt 加一这个东西，它其实包含了所有第零个 time step 到第 t 加一个 time step 它的 theta 的那个 gradient，所以其实它就可以涵盖了前面所有的资讯，但是它会有一些压缩，并不是完全就是全部都概括。好，那看最下面这个图，好，我开一下我的荧光笔。好，最下面这个图
就是一个 general 的神经网络架构。首先我们会有一个 input，就是 XT，接着送进了 theta t，就是在第 t 个 time step 上面神经网络的参数，我们会得到一个 prediction，就是 y of t。这 prediction 有可能，如果你们在做 classification 的话，它就是一个过 softmax 以后的几率向量，或者是如果你们做的是 generative model 生成，比如说生成图片的模型的话，那这个 y of t 就会是一张你生成的图片。那这一张 y of t 会拿去跟一个 y hat of t 去算一个 loss。这 y hat of t 也就是你训练的时候的 ground truth，就是你训练的时候那些 one hot 的 label，或者是在你做 generative task 的时候，可能是你训练的图片，这样。好，那我们现在考虑一下，我们做 optimization 是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对这，为什么要对这神经网络做 optimization？我们其实就是要找出一个 theta，它可以让你 training data 里面所有的 x 算出来的 loss 可以最小，也就是你要找到一个神经网络的参数可以越贴近你的训练资料越好，让你的任何一个 XT 丢进你的神经网络以后，算出来的 YT 都要很接近 Y hat of T，所以它让你这个 summation over 所有的 X，它的 loss 越小越好。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现在就是用特定的 X 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要再找一组 theta，它可以在一个像是这样的平面中达到最小值，可能是这个点或者是这个点，我们要找到一组 theta，它可以的有在这个这是一个 low surface 上面有最小的值。好，那我们要怎么去找这个东西？首先，可能有同学会问说，哎，我们每一个 time step 我们只会看到一个 XT，那我们要怎么去 sum over 所有的 time step，就是所有的 dataset 里面的 x，因为我们随时其实都只知道一部分的资讯。那其实这个有一些背后有一些理论，但是我们今天的处理就是，我们今天的处理就是，我们不要理它。我们在刚刚说的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在每一个 time step，我们只会看到一个 xt。啊，这个在正式上来说，我们会把它叫做 online learning。相对来说，另一种就是 offline learning，也就是我们在每一个 time step 可以看到所有的 x，还有所有的 y，还有所有的 ground truth。相对来说，我们做 offline learning 应该会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我们一次就可以看到所有的 training data。但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么大的记忆体空间，或者是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资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 data 都塞进去。于是呢，我们就在事实上训练的时候，我们一次只会得到一个 x。但是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我们会先忽略掉这个部分，我们会假装我们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得到所有的 x 和所有的 y，然后算出一个完整的L of theta 这个东西只 depend on theta，不 depend on x，这样我们的接下来的讨论会比较容易一些。那我们刚说的这种 setting，就是假设我们已经知道了所有的 x 跟所有的 y 的话，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会叫它是 offline 的 optimization，也就是它一次可以拿到所有的训练资料。我们这堂课里面主要会 focus on 这样的一个 setting。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复习之前学过的一些 optimization 的方法。首先是 SGD，SGD 是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是所有的方法里面最基本的一种。首先我们会在 theta 零这个 initialization 的位置开始，接着算它的 gradient。接着算完 gradient 以后，我们就根据 gradient 的方向，我们往反方向走一个，因为 gradient 的方向就是 L 增加的方向，所以我们要往它的反方向走。就是往 L 减少的方向走，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找到一个 theta 可以有最小的 L，所以我们就直接往这边走一步，也就是在这个图上
我们的 gradient 往这边，所以我们就往反方向走。接着在下一个 time step，我们再算 theta one 这一点的 gradient，接着再往反方向走。每一个 time step 都是往反方向走一步，就是这样子。啊，这一张是李宏宇老师上课的投影片，就是借用一下，这样。好，那第二个算法是 HGD with momentum，这个东西就是会用到我们刚刚说的 momentum 这个东西。一开始一样，我们先从 theta 零开始，这个时候我们定义了一个参数叫做 momentum，不应该不要说参数，定了一个向量是 momentum。啊，它一开始 initialize 的值也是被设成零，接着我们在 theta 零的这一点算它的 gradient，也就是这个红色的箭头。那接着我们要去更新刚刚说的这个 v 零这个 momentum 的值，我们要怎么更新它？我们就把原本旧的 v 零，因为 v 零原本是零，所以这一项其实是零，没错。把它再减掉，这个 eta 是 running rate，eta 乘上 gradient l。那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算出来，刚刚 SGD 里面算出来你要 update 的那个方向。所以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得到了这个 gradient，然后你把你这个 update 的方向，这个东西累计到 momentum 里面，然后你就根据这个 momentum 的大小，我们移动一点点，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个 momentum 为什么它要乘上一个过去的 momentum，最后再加上你算出来的 gradient 呢？再减掉你算出来的 gradient，其实它是要做一个在时间上面的 weighted sum，也就是它要把过去的 time step 的 history 累加起来。所以其实你每一个 time step 的 gradient，你会影响到不止的是这个 time step 走的方向，其实你还会影响到下一个 time step 走的方向，因为你在这边它会有一个过去的 momentum。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原因是这样，因为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有可能你在某一个 time step，它会算到一个接近是零的 gradient。假设这个 time step 它的 gradient 接近零的话，那这时候就会出问题。为什么？如果你用 SGD，这样它就会卡在这里不动了。但是在做 deep learning 的时候，有可能它只是，并不是一个最低点，有可能它只是刚好算出一个 gradient 是零，有点像是一个 local minimum 的概念。那用 momentum 的算法以后，因为你这边还有个过去累加的项，所以它就可以确保它一直在移动，不会停在这一个点。因为不管怎么来说，你多看一些东西，总是会比较好一点。好，那如果用画图来说，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一开始在最左边的这一个点，然后我们开始做 optimization。一开始我们算了一个 gradient，然后所以移动过来。接着在这个点上，我们又算了一个 gradient，但这个点很平，所以这个 gradient 比较小。但是因为我们前面有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前面的移动会累加到下一步，所以我们这边的移动会受到前面这个 gradient 的影响，所以我们会继续移动。接着到了这个点，到了这个点就出事了，因为你的 gradient 算出来是零。那如果用 SGD 的话，这样它就卡在这里不会动。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有前两个 time step 累加的移动，所以我们这边 momentum 还是会有一个固定的大小，所以我们会继续往下移动，这样。然后到了这个点，好，现在它的 gradient 其实往反方向了，但是你现在因为你看到所有的图，所以你知道这个坡在这边会更低的值。如果你用 SGD 的话，它会直接往回走，就卡在这个点。但是你现在用 momentum，所以因为你前面有一些累加的那个累加的 momentum，所以它这个 gradient 虽然叫往反方向走，但是因为还有一些过去的 history，所以它会继续再往前走，然后可以达到更低的点。这样，好，那等一下我忘记讲这个东西了。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 AlphaGrid。AlphaGrid 的概念就是说，你把 SGD 的这个 eta 就是它的 learning rate 加上了一个分母。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分母呢？其实它的概念就是说，
如果你的 gradient 在前几个 time step 它的值很大的时候，那会发生什么事？你的在前几个 gradient 那个 time step 它的值很大，它有可能一开始就会暴走，就会走太多步，那你可能就会走到一个反而更差的位置。那它加上了这个下面这个分母，它是过去所有 time step gradient 的和，也就是说，如果过去的 gradient 很大的话，那它就这个东西就会很大，所以它就走小步一点。因为过去的 gradient 很大，就表示它是在一个比较崎岖的一个方向，因为你的可能表示你在这个方向它是比较陡的，所以在这个方向的 gradient，因为 gradient 这每个 gradient 都是一个向量，在这个方向的 gradient。它的过去从 D 零到 D T 间一个 time step，它过去的 gradient 会比较大，所以这样你就用小一点的 learning rate，避免你一下走太步大步就跳过去了。那在你的 gradient 比较小的方向，你就用一个比较大的 learning rate，因为这里比较平缓，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往那个方向走下去。好，那接下来下一个算法是 RMS prop。那这个东西跟 AutoGrade 的差别，唯一的差别只在一件事，它这个分母的算法不大一样。原本 AutoGrade 你是直接把所有的过去的 gradient 加起来，但是它现在有点借用了类似 Adam 的那个算法，它现在类似 Momentum 的那个算法，它现在会把一个过去 time step 累积的 gradient sum，这个 V 其实就是一个 sum of gradient。sum of square gradient，它把它乘上一个 alpha，然后再把目前这个 time step 的 gradient 乘上一个一减 alpha，把这个东西加起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加呢？因为回来在 AutoGrade 里面，它这个东西是 monotone 的，也就是说它会一直无止境的累加。所以如果你一开始的 gradient 太大的话，那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这个 learning rate 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小，它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小。那如果这样的话，它可能没几步，它就卡住了。所以我们这边用了这个算法，确保这个 VT 它会不断的变化，不对，就是它不会永无止境的变大，而是它会在时间上有一个 waiting sum。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确保这个 optimizer 不会在走没几步以后，就因为前几步的 gradient 太大，所以停下来。好，但是，这样的话，确实是可以解决，就是它下面的这个 VT，就是这边说的 EMA，不，就是让它不会永无止境的增加，但是这样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到一开始说你用 SGD 的话，它有可能会卡在一个 gradient 为零的位置的这个问题。所以接下来 Adam 算法它就把 SGD 加上了 RMS prop 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那它要怎么合在一起呢？我这边对于 momentum 的东西，我们的记号有稍微改一下，为了配合一下 Adam 的论文，所以我们记号稍微改一下。但大家可以回去 check 一下。跟前面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好，那在 Adam 里面，我们的公式就变成这个样子。原本后面是一个 gradient term，现在这个东西在 RMS prop 里面，这个 gradient term 就是改成了 HDM 里面的这个 momentum。但是大家注意一下，这里有个 head，为什么会有这个 head 呢？因为这个 head 其实是你的 MT 这个 momentum 要除上一个东西。为什么要除上这个东西呢？原因是因为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的这个 m 一定是会随着时间累积，因为这个贝塔是一个小于一的值，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小，会随着时间累积才慢慢稳定下来。所以在 t 小的时候，你帮它就是帮它除上一个小于一的数，所以让你 t 小的时候的这个 estimation 可以是准的，而不会在你 t 小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贝塔小于一，所以这个m 其实是一个不够大的数字，它除上这个东西以后，确保
这个 weighted sum，在你从 t 到零到 t 到你最后一个 time step 的时候，这个 mt 它的大小变化不会随着时间增加而越来越大，而是会因为你在 t 小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比较，这个分母会比较小，所以它让你的这个 m 随着时间的变化不会这么大。那对 vt 也是做同样一件事情，然后这个 beta 1 beta 2呢？其实作者有提出一个值，就是，也就是这边这个 weighted sum 的值，作者提出来就是0.9跟0.999，然后还有最下面这个 epsilon，就是怕你一开始 t 等于零的时候的这个 vt 会是零，所以它加上 epsilon 来避免一开始的时候会爆掉，然后造成一个无限大 error 的情况。好，那这就是 a 等。好，讲到这边，我们其实都在复习之前学过的东西，就是这五个算法。那这五个算法，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第一个 SGD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1847年就提出来了。然后 SGD with momentum 这个东西是1986年提出来的。好，那接下来下面这三个 adaptive learning rate 的方法。也 adaptive learning rate 就是说，它 learning rate 下面除上了刚刚的那一个分母，啊，他们三个用了不同的分母的算法，但是我们都会统称他们就是叫做 adaptive learning rate 的方法。ADAPT rate 是2011年提出来的，RMS prop 是2013年提出来的。这个比较有趣一点，它是 Hinton 在他一个 lecture slide 里面提出来的，其他都算是一些正式论文或者是著作里面，但这是。这个东西第一次被提出来是在 Coursera 上面。好，那最后 ADAM 这个是2015年被提出来的。好，那我们现在除了这几个以外，大家还有听过什么样的 optimizer？其实就没有了。其实我也差不多，我会用的可能也就是这几个里面随便挑一挑。那每一个都挑看看，然后试看看。那为什么？大家的 optimizer 都是2014年提出来的呢，就是这中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好，等我喝一下水。大家前面的部分都没有问题吗？如果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继续讲了。这样，刚刚怎么有一个很大的？这样还会有吗？这样没有了。好，我不知道。到时候我应该把我的喇叭都关掉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有回音。好，所以你们刚听不会有回音吗？应该是因为我开了手机才会有回音。哦，好，抱歉，不好意思。好，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是继续来讲。刚刚讲到为什么大家用的 optimizer 都是，等一下为什么有人打电话来？我现在在会议室，我们不要理他，这样。好，那刚刚讲到为什么 这些 optimizer 都是在2015年，甚至。虽然 ADAM 发表在2015年的 iClear，但它其实是2014年就被提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这些这么有名的 optimizer 都是2014年被提出来呢？我们就来想一下，就是我们平常用的这些很知名的大神 model，人家 pre-trained model 都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好，那第一个就是讲 BERT 好了，BERT 是一个做文艺理解。或者做 QA，甚至做就是文章生成都超强的 model，这是2018年提出来的。那这个东西是用 ADAM 训练出来的。接下来 Transformer 这个东西是 BERT 的 backbone，那它是拿来做翻译的，那它也是用 ADAM 训练出来的。接下来是 Taccotron，Taccotron 是一个算是最早可以用 neural network 做到。
很逼真的语音生成的模型。那这个东西大概2017年被提出来，它也是用 Atom 训练出来的。好，那接下来来看 YOLO，YOLO 是那个做 computer vision 里面，它要做影像侦测里面一个算是早期最快的一个 model。那这个东西是用 HDMI 训练出来的。大家等我一下，我就把电话挂掉，它好烦。I'm back。那这东西是 SGDM 训练出来的。那接下来看 Mask RCNN，那它也是一样，就是它会在一个图片里面框出它 detect 到的物体。那跟 YOLO 做的事情是类似的，这东西也是 HDM 训练出来的。那接下来 ResNet 这个是比较早期做那个影像分类里面最强大的 model，那这个东西也是 HGDM 训练出来的。那甚至再到近期一点，一些新的东西。那首先 BigGen 这个是 GAN 就是在做生成的，那 BigGen 是应该算是一个很强的图生成影像的 model 这样。那这个东西也是 Adam 训练出来的。那到比较近期，这一两年比较红的 MeMo 演算法，那这个东西就它，你就可以想象它是要训练一个 network，但是这个 network 可以很容易、很快速的学会一些新的 task，比如说有点像是你在教小朋友的时候，你要教小朋友分类汽车、分类花，或者是分类，家具好了，那你教小朋友的时候，其实他可以从这几个 task 里面去学到一些共同的资讯。那 Memo 就是想要模拟这件事情，他想要让他在不同的分类任务里面学到一些共同的资讯。所以你学会这几个分类以后，你要再学新的分类，比如说你要分类，要分类风景好了，那他就可以很快的去学到新的分类方法。那这东西也是 Adam 训练出来的。好，那再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连这些有名的 model 全部都是不是用 HDM？如果做 computer vision 可能会用 HDM 来训练，或者是用 Adam 来训练出来的呢？那其实这个问题我一开始也不知道。这样，我一开始分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说啊，要讲这一两年的新发展好了，那我来想看看这一两年我有看过什么新的 optimizer。结果想一下，就还真的没有什么新的 optimizer，我感觉我比较会用到的，所以那我们通常这种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来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是2014年以后就没有东西提出来了，还是因为提出来的东西都有一些缺陷，我们没有办法用？但是这6年来说，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2014年是什么样的时代？2014年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宇宙勇士队还没有拿过冠军，然后AlphaGo 还没有出现，所以人类还没有被超越，所以那时候还没有人会讨论人类什么时候要被 AI 统治。好，接下来川普也还没有当选美国总统。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这我印象蛮深刻，就是 Apple 第一次推出不是黑白的手机，就第一次推出了有颜色的手机。这样，好，那2014年的时候，猎人还在休刊，不过现在也还在休刊啊。然后2014年的时候，李宏毅老师才刚从国外回来，所以他还没有开过任何一门 machine learning 的课。但是现在那个老师的课程已经在网络上满天飞了。好，那这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都没有东西？真的都没有了吗？就还真的都没有了，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被提出来的东西都没有能够超过 A 的，或者是没有能够显著的超过 SGDM。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超过呢？原因是这样，这个是我自己认为的原因。好，
我认为的原因是因为 Adam 跟 SGDM 他们已经先抢到了两个最极端的位置。那他们抢到了两个极端的位置以后，其他人都只是在他们之间来填一些空而已。但是因为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只需要第一名，你不需要第二名，所以那些第二名的 Optimizer 就没有人在用这个样子。那他们是怎么样抢到两个极端的位置？我们来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实际的例子。这个例子是网络上一个训练猫狗分类的实验，这样。那原本的就是网络上文章，我连接放在这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这样好，那这个是在 training 它的 accuracy 上面它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 Adam 就冲在第一个，很快就到最高这条橘色线。那 SGDM 是棕色这条线，它好像在中间，看起来没有特别强。这样看起来 Adam 应该会稍微好一点。这样，那接下来来看 validation set 上面。然后就看到那个 HGDM，反而它刚刚在 training 上没有特别强，但它在 validation 上面一下就冲到第一名。那 Adam 反而是在下面这些有一些上下起伏，这样。那这个问题我们等下再详细讨论一下是为什么这样的原因。所以，而且看到 Adam 这也稍微比较不稳定一点。那接下来看这是某一篇 paper 上面截下来的图，好，那这边这是他们在 train ResNet 34的时候，他们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到那个 Adam 他就在中间这边，看起来没有特别强，然后 SGDM 就是蓝色的这个，它比 Adam 上面，而且看起来也比较平稳一点。那上面这两条虚线的话，我们先不要理它，这个是等一下会讲到的东西。他们最上面这两条曲线，因为这篇论文其实就在做这个东西的，所以他当然会让他自己的方法做到第一名。但这一不，在这张图里面，这不是我们要看的重点。好，那接下来，来，这是训练 LSTM 的结果，我们会看到这个东西，这个 metric 叫 perplexity，它是一个我们在做类似机器翻译或文艺生成的时候会用到的 metrics，然后这东西是越低越好。好，我们看到 Adam 一开始也是下降的最快，但是到后来它竟然被 SGD 这些东西超越了。它只是一开始下降的比较快，但它在后期好像没有比较厉害。那我们从刚刚那四张图，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结论。第一个就是 Adam 通常他训练的时候可以冲得很快。那 SGDM 它训练的时候比较慢，但是它通常比较稳一些，比较不会有上下起伏的状况，并且 Adam 我看到它 training 的时候，可能大部分来说都会比较好，但是它的 generalization 能力，也就是在 validation set 上，它的表现就会有比较大的落差。那相对来说，HGDM 它的落差就比较小，而且它好像可以 converge 比较好。那我们先解释一下那个为什么两个算法算出来的 minima，也就是算出来的 theta，它的 generalization 能力会不一样。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下面这张图，这里有两个 minima，它们值一样。那黑色线是 training 的时候的那个 function，红色线是 testing 的时候的 function。那这两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你对所有的 dataset 里面的 x 算出来的 LO of theta 还有 x 它 sum 起来的东西。那因为 training 跟 testing 它的 dataset 有一点点分布上的差异，它的 x 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它的这个 loss function 可能会长得有点像，但不完全一样，所以它们之间会有一个小小的差距。那如果你现在找到的是一个比较平坦的 minimum 的话，那这两个 loss function 都会比较平坦，所以这个 generalization 的差距就不会太大。但如果你是一个比较 sharp 的 minimum 的话，那这边的 generalization 的差距就会非常大。这样，但是这并不是说 Adam 一定是找到了一个比较 sharp 的 minimum，而 SGDM 是找到一个比较平坦的 minimum。这个东西只是说为什么可能会发生这个东西，但其实还有别的原因。但我这边只是来就是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可能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说，既然 Adam 比较快，SGD 比较稳，而且他在最后就是训练最后的时候阶段，他好像可以收敛到比较小的值，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结合两个东西，然后得到更好的效果？所以这个东西早就有人想过了，这个东西叫 SWOT，它是2017年被提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句话，一开始用 Adam，因为 Adam 比较快，然后最后的收敛阶段用 SGDM，然后所以它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在切换的时候，有些事情需要考虑到，第一个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要切换，第二个就是说你切换的时候，因为 Adam 的 learning rate 它是一个 adaptive learning rate，那这个 learning rate 你要怎么样去调整？因为 adaptive learning rate 它需要过去的一些 momentum 这些东西的累积，所以如果你直接把那个 theta 那个 eta 拿过来的话，它会被分 adam 会被这个东西它会被分母影响，所以你不知道要怎么去 initialize HGDN 的值。那 SWOT 这个演算法它就是提出了一个 initialization 的方法，然后它切换的时候其实它用的方法没有很科学。它是就作者给出了一个切换的点，但其实他没有很详细去说明，也没有去证明说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切换，所以这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土炮的算法，就只是很单纯的一开始用 Adam，最后用 SGDN 这个算法。哦，既然我们刚刚讲了，Adam 会这个算法，它的特性是它可以收敛比较快，那 SGDN 它们收敛的特性就是它会收敛的比较稳，收敛的比较好。那我们就想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修正 Adam，让 Adam 可以像 SGDM 一样收敛的又稳又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观察一下 Adam 有什么问题。然后因为这边呢，Adam 这个 M 跟 SGDM 它的 M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先假设这个，就干脆假设这个 M 它的贝塔1是零，也就是它其实没有用 momentum。所以，我们 focus 在这个 adaptive learning rate 对 Adam 造成了影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adaptive learning rate 的公式，它每次都会乘上0.999，所以其实这边会变成一个等比级数的相加。也就是说，在这个 VT 这边，它受到 gradient 的影响，大概会维持一减0.999分之一，就是大约是1000个 step 这么久。那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作者在实验中呢，他发现如果你劝到最后的时候，大部分的 gradient 都会很小，而且就没有什么不会提供你的方向的资讯。那只有某几个 mini batch 的 gradient 会很大，然后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走。那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把值带进来算看看。首先，我们假设已经劝了10万个 step，那一开始 gradient 这几个就是很小的 gradient，假设它是一，那到过了1000 step 以后，突然喷了一个大小是10万的 gradient，那会发生什么事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Adam update 的公式，这个 m 因为我们假设它的贝塔1是零，所以 m 在这里其实就是 gradient，就等于 gradient 的大小。好，那这个分母，因为假设前面有很多个也都是一的话，那这个分母的 VT 其实它大小就刚好是一，那这个 m 也是一，所以它这一步的 movement 大小就是一塔。那再来过来这几步的大小也全部都是一塔，没有问题。那到了这个点，它喷了一个大小是10万的 gradient，会发生什么事？首先看这个 m 大小就会变成10万，10的5次方。那下面这个 VT，因为这边 gradient 要平方，所以是10的10次方，再乘上0.001，所以根号里面的是10的7次方，还有根号剩下10的3.5次方，所以分母是10.3次方，分子是10的5次方，它们最后算出来的结果就会是10根号10以下这样。然后再下一个 step，这个 m 只剩下一，然后分母还是10的3.5次方，所以它就10的负3.5次方以下这样。那这会发生什么问题呢？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1000步，它们加起来移动的大小是1000以太。
那最后这个，它真正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方向，它只会移动10根耗时，也就是31塔左右。所以呢，这样就表示你真的提供了比较多 information 的那个硅片，它在 update 的时候，它反而只有办法造成一个很小的影响。那在前面的这些硅点比较小的时候，因为他不知道后面会有一个这么大的硅点，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些硅点已经不错了，所以他就翅膀硬了。所以前面这些 update 就会，他其实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他就乱走，所以反而会造成比较不好的影响。那这个会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的 adaptive learning rate 的原因，所以它最多最多，不管你的这个东西再大，它最多的移动大小就是只能这么大。所以呢，只要你的 gradient 大部分的时候都很小，那它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它会被小的 gradient 牵着鼻子走。好，那作者提出的解法叫做 AMS grade，他的做法是这样，他的目标是要说他想要去移除这些比较小的 gradient 的造成的影响，所以呢，他在这个 v 下面加上了一个 max。如果你下一个 time step 这个 v 比之前的那个 v 还要大的话，这个 v 是前一个，这个 vt 是前一个 time step 的 vt 加上这个 time step 的 gradient 平方，两个的 weighted sum。那你如果这个比这个还大的话，你就直接把这个 vt 改成你下面的这个东西。那如果它没有比较大的话，那就用原本的这个东西。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就是要避免说，因为你前面这边它会这样，这些小的 gradient 会造成这么大的。是会造成这么大移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你前面可能也有一个很大的 gradient，但是在这几个 time step，他忘记前面有这么大的东西，所以他就移动了这么多。但是等到后面的大的东西来的时候，他反而移动的不够多，所以他想的做法就是说，那你前面这些小的 gradient 的时候，你不能忘记前面可能也有一个很大的 gradient，所以你要移动少一点。也就是说，他这边的这个 max。他去记住过去最大的时候的这个 VT，那他就不会在你的大部分你的 gradient 很小的时候，他就不会忘记以前看过很大的 gradient，所以他就会这样移动。但是这样可能会出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有人看到这边就觉得不对。那我们记得我们课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比较为什么要把 Ada Grey 换成 RMS Pro，我们有说因为 Ada Grey。它下面的这个分母，它是 monotonic increasing 的，所以它最后会越走越小，越走越少。所以有可能它一开始 gradient 暴冲太快的话，那它就直接走了没几步，它就不动了。这样，因为下面的这个东西太大，让这整个变得很小。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的 learning rate 一直变小，那这个东西不就是我们之前要解决的问题吗？啊，这里怎么又走了回头路？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不是一个，这是我自己的 comment，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解法。这样，那再来就是要解决另一个类似的问题，又有人提出了另一个解法。啊，等一下，刚刚忘记讲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它是 AMS grade，是2018年提出来的一个算法。好，那接下来我们有另一个类似的方法，想要解决类似的问题，前面。AMS grade 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件事情。那你在最后的时候，大部分的 gradient 都很小嘛？那你的或者是那所以表示你的 learning rate 要么就是很大，要么就是很小。因为你的这个，如果你的 gradient 很小的话，那前面的这个东西就会很小。所以它的 learning rate 就会很大。那如果你的 gradient 突然暴冲的话，这个 learning rate 就会很小。所以前面这一篇 paper 它只有想要解决说 gradient 就是你的 gradient 小的时候，它的 learning rate 太大的状况。而现在这一篇
的另一个作者，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他还要解决你的龟点太大的时候，那因为也不能让它变得太小，所以他怎么解决呢？那下面这一张图呢，就是他实际训练一个好像是 ResNet 的时候，它里面其中的一个 convolution kernel 得到的 gradient 大小的状况的 learning rate 大小的状况，那这个是 log scale 的，所以可以看到大部分的 gradient 要么就是超级小，大部分的 learning rate 要么就超级小，可能10的负三次方、负五次方，要么就是超级大，10的四次方、10的八次方，所以你的 learning rate 其实是很极端的，要么很大，要么很小，所以它解决的方法是这样。因为前面那一篇提到了 M-squared，它只去 handle 那因为太大的时候的状况。那这个作者提出了另外一个算法，这是2019年提出来的。那这个东西他提出来叫 RDabomb，也就是我们前面刚刚有看到的，在某两张图上有看到的那个虚线。那他的方法是这样，他就直接把这个东西，这个 learning rate 去做一个 clip。那这个 clip 怎么算？他就作者直接给出了这样一条，有点算是经验法则的算式。那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系？beta 2就是你 Adam 的那个下分母的那个 beta 2，还有 t 有关系。那他把 clip 一个下界，还有一个上界。那有人看到这里，可能想说，我们为什么要做 adaptive learning rate？我们要做 adaptive learning rate，其实就是希望你的 learning rate 可以自己动态调整。但是根据你不同的 task、不同的 loss，可能你今天做影像分类，你今天做那个文艺理解，它的 loss surface 不一样，但是它可以不管在什么样的 loss surface，它都可以自己调整出一个好的 learning rate。那有人想到这边，看到这边，这个 lower bound 和这个 upper bound 都是人工定出来的。那为什么是这两个数字？就是这个是作者直接给出来的答案，那也没有说为什么你要是这两个，这两个东西其实跟你的 loss 完全没有关系，那这样其实就有点失去我们在做 adaptive learning rate 的意义了，因为你希望它可以自己动态调整，但你又强制不管在什么 model 什么 loss 上面都给它一个 lower bound 一个 upper bound，就是这完全就不是 adaptive 想要用的东西，然后就太粗暴了，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就是最漂亮的解答，因为我们其实在做数学的时候，其实除了东西这个东西能不能用以外，我们其实有时候还蛮在意说你的 你的算式是不是有对称，然后就是有一种优雅又不优雅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其实就是比较粗鲁，有点像是工程上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就觉得它可能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这样。好，那现在我们从另一个方向来想，我们要把刚刚说我们希望把 Adam 让 Adam 把它改得好一点，像 HDM 一样稳定一点。那我们现在从另一个方向来想，HDM 它的优势是它比较稳，然后它收敛比较好，但是它就是慢嘛。对，那为什么它会慢？因为 adaptive 的算法，它可以去动态调整你的 learning rate。那它在你需要大步的时候走大步，需要小步的时候走小步，所以在某些不重要的地方，或者是比较平缓的地方，它就可以大步走过去。这样，那 HGDM 没有办法这样做。那它现在要怎么让 HGD 学会这件事情呢？其实没有办法，但是他就想说，那既然这样，那我有没有办法去找到帮 SGD 找到一个最佳的 learning rate？这 learning rate 不会随着时间改变，但是它可能收敛的比较快，所以可以让 SGD 的 performance 比较接近 Adam，让它快一点。这样，好，那其实我们在调 learning rate 的时候，大家如果做实验，其实常常会有类似这样的经验。那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的 learning rate 很小的时候，跟 learning rate 很大的时候，performance 都不会最好，就是一定是 learning rate 适中的时候 performance 比较好。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蛮 trivial 的结果。那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叫做 LR range test，所以我们可以用在调整 learning rate 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 learning rate。那
接下来就是在2017年这篇里面，这个作者提出了一个叫 psychical learning rate 的东西，它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你的 learning rate 是在大小这样变化，一个周期性的变化，一下 learning rate 大，一下 learning rate 小。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你的 learning rate 大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在做一个 explorer 的动作，那你 learning rate 小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在做一个 fine tune 或者做一个收敛的动作。那通常我们在做 learning rate scheduling 的时候，我们 learning rate 都是越来越小。那它这里在变大的意思就是说，它鼓励这个 model 不要满足于现状，它要在适当的时候再去做更多 exploration。所以，当你觉得你收敛的够好的时候，你就说等一下先暂停，我们再看一下附近还有没有更好的点，所以再把 learning rate 再调大，然后再变小。但如果你现在已经收敛到一个很好的点的话，那你的 learning rate 变大，应该也是不会很容易跑出这个山谷这样。那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的变化，就是它有一些参数要决定。第一个就是你的 step size，你要多长的周期，然后再来就是你最大和最小的 learning rate。那你最大跟最小的 learning rate 的话，你可以用刚刚的那个 LR range test 来决定。然后 step size 的话，通常是设成几个 APA 这样。好，那这个算法其实它就可以在你遇到 local 密码的时候，因为你会再把 learning rate 调大。或者是遇到一些比较平缓的平地的地方，因为你借由你把 learning rate 调大的东西，你就可以逃离这个地方，所以有点类似 Adam，你在一个平缓的地方，你就会调大 learning rate 这个概念。好，那再来这个是另一个做法，那个很类似，只是它调整的方法不一样。刚刚它是就是用一个三角坡的函数来调整。好，那这个做法，它就是说，你不用去做 increase，慢慢 increase 这个动作，你直接重来就好了。所以原本刚刚这边你是慢慢增加，这一片它就直接变小以后，然后再直接调到最大，再变小，再调到最大，再变小。但是整体的概念其实是大同小异。然后最后一个也是2017年提出来的方法，它这个叫 one cycle learning rate，它其实就是说你只做一个 cycle。那这个 cycle 就把它分成三段，第一个是 warm up，就是你的 learning rate 越来越大，所以它可以就是慢慢从 initialize，然后慢慢增加它的 step size，然后再来它等到它找到一个还不错的明朗附近以后，开始做 annealing，就是它慢慢 learning rate 在慢慢变小，所以在这个附近它就是在做一个慢慢收敛的动作，然后最后再一小段，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越来越小，就是让它收敛到越来越好，所以你画出来的最后结果会有点像是这样子，它会到最后以后，它会再往上一段，再往上这一段就是最后你 fine tune 的时候它收敛的结果。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做到太，也这个对有点强了，就是你前面你觉得你做太多的 cycle 效果吧，所以你现在就只做一个 cycle，这样，但是就感觉还是不是一个很漂亮的解决方法，这样。好，那讲到这边是刚刚说对 SGD 要怎么把它改进，让它变得跟 Adam 一样去加速它，所以我们提出了这我们看到这里的方法都是主要 focus 在你要怎么去调整 learning rate 上面。因为 adaptive learning rate 它就是根据 loss 来调整 learning rate，前面这几个方法它就是先给出了一个 learning rate 调整的模式，然后等一下就根据这个模式来调整这样。现在11:20，那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了。上太久大家的专注力不好，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先休息一下。那下一节课11:25开始，这样。